W 不是马哥已经官宣了吗？马哥战马，除了战马还有，只是先藏着，再藏。奖杯下次搞个桌子摆，现在后面没地方摆。除了打野还有下路，全在藏。我只能跟你们说，我只能跟你们说，下路两个人有点实力的。对啊，都上过韩服第一，他就不行啊，他可以进，就不指名道姓了。有，没事，来看我一次，他可能会到三。主要来个，要来小用。来中路，还有中路，这种。没事，我还是可以给压力的。我操，这没突出来，可惜了。上路可以越，上路可以越。他大树还没到。啊，我一个兵升四。杀了，带出来了。那是。你别死，我死不了， 我死不了，我走了。他闪了。啊 ，OK， 大树也闪了。啊，刀妹在这边放眼了，第二个眼放在那里。当初他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我可以直接来，啊，我先来，我走线上来，大树来了，看位置。他死了。来，我来。啊？这个大树我不给他排这个眼。你看。他装什么啊？OK， 我们压推这个，我保这个眼。但你这个线，你得先跟他换一波血，他耗一波。换到了，可以。OK， 我来，你可以让我扛。我扛也行。放位置，没事，你看你放吧。哎呦，对，来打两个。大叔在上。OK， 收到。对，他没看，他没看。哎，有没有机会能把他杀了呀？他们上单没机的。他很好，别不好杀，他很好操作。别，我两秒 W， 试一下，兄弟，来。OK， 你 W 可以。我下一眼。毙了。推了吧。不推。你们下半区不行可以给啊，我可以靠，你可以跟他打，看位置。中路往左边靠哈，懂吗？他死了。我知道，我往上半区靠。那是。我们直接顶一塔吧。可以。要折磨他应该不要了。巴斯，看一下，在我踢下。啊，不来的话就踢下。左边抢劫。进来，随便打，进来。杀落。我先打，前排，刀妹。武器。刀妹死了。三秒推，他没闪了。AD 计划还没有了，他快了，别急。他一会儿有黄蜂。没事，他打。那是。OK， 进来随便打。小龙出来。出来，小龙。啊，哦，他们不推了。啊，下路小心，帮你们。得走。落也有大应该。躲得掉吗？你这肯定要被打了。啊，我听到闪了，这武器叫闪了。我打咱把刀妹杀了，其他都打不过我。哎，弄下刀妹来，盲僧来一下。我在路上。我十秒踢。有机会的。好走位。打过吗？没事，打过。来，我给你贴膜。他没闪。Okay. 好杀。这样买车，稍等我一下。我包过来了。把那 AD 整了。OK。路也没大，没闪。我说武器 DP 了，哦，刀妹 DP。对。没事，健康死亡，没自愿的。健康死亡。可能再打。再靠，八千血，不急。不急。我有金身，不慌。他们要开团。拉扯。开大树。刀妹，看刀妹。刀妹，看一下，你们看好刀妹。我给他复地了。
A D 没大。我操！他拿我炮台位移。我们这阵容抓资源还挺快的，就是感觉节奏稍微断了一下。你们纪律性太差了，你们这一把中间老是莫名其妙死，然后你们其实中间中期不好的情况下，你做视野本身状态就不好，要等人一起来做呀。嗯，